他们说您老喜欢那个就是插花啊什么的。对，插花生活很有情趣，自己要找快乐。您是花店老板吧？对对对对，是。这是吴老师，哎，你慢点，吴老师好，吴老师好。啊，好好闻着，对，一种花香啊。您是上过这种插花方面的课吗？还是什么的？上过，在北京，我有一个小老师，跟他们一样，他们都是那个很热情的一些人。您有什么灵感，吴老师？我们就插花篮嘛。好，好呀。我挺喜欢这种向阳花，这个，嗯，哎，这个也好，针垫，对 对, 对，就像那个插针的那个垫子一样，还有这个是公主，对，这个是公主，对，哎，我们可以挑一点这样的主花也可以哈，啊，好呀，你给我配色吧，行，好嘞，好嘞，谢谢，让他给咱们配色，好，好的，好的，这是您日常的业余爱好之一，对。业余爱好之二就是打篮球。我看过您那视频，打得很好。现在还觉得臂力不太够了，所以我又开始就这种高一点的这个俯卧撑，哎，练练这个俯卧撑。有的老人呢，他就动起来不灵活又疼呢，他就越不动，越不动就越动不了。就是那个中医讲的，痛则不通，哪儿疼你就锻炼哪儿。不要害怕他，我现在没什么可疼痛的地方。您的状态真的好。所以人还是需要工作。你要有工作的话，我今天又来了个角色，哎，我得想办法，我去生活当中找这一类的角色，就觉得自己是有用的，你这个精神状态就不一样了。但是坐在家里头呢，带孩子的是忙着带孩子哈，没有孩子带的人呢，他就觉得自己没用了。连家庭都容易觉得没有关系，因为别人也都在忙，你去打扰谁去都不好，所以他就会慢慢的比较消沉。